看这一题，他说一个三角形啊，它底长是 2a 啊，那高为底长的三分之二倍，好，这个高叫 h 好，高的话是底哈，底长的三分之二倍，那么高为多少？高就是三分之四 a 啊，这是高。那么它的面积呢？它的面积哈，就是底乘高，高是三分之四 a， 啊除以二，底乘高除以二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呢？高三分之四嘛，面积的话多少呢？底是二 a 嘛，啊二可以消掉，所以是三分之四 a 平方，这就是面积。